我和盼仔呢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在婆家这边村子上弄一个办公的地方。嗯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平时我们办公呢都是在这个客厅里面办公的。对，这是我剪视频的地方。嗯，然后这边呢是盼仔办公的地方。对，这是我办公的地方。一个小电脑。在家里办公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太松散了，平时呢剪视频累的话我就直接躺在床上睡一会。小乔躺在这边，我躺在这边。嗯，对，就一点没有就是办公的氛围。嗯，还有就是后期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再招两三个人，要不然的话确实也忙不过来嘛。嗯，找两三个人的话如果在家里办公就不太方便了，关键还要过段时间月嫂来了。对，过段时间呢家里还要多两个人。嗯，一个是月嫂，一个是我的小宝宝。所以呢就在家里可能就更不方便了。嗯，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找好了，但是还没收拾好。嗯，走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嗯，走了，离我们家很近。嗯，当当当当，就是这个小院子。这两天呢老爹还有老妈都在这边帮忙收拾东西，把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收拾出来。嗯，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嗯，走。好想好老爹辛苦了。老妈辛苦了。你果然乱七八糟的，给他吃蛋糕。嗯，觉得吃不下。嗯，吃蛋也是。楼下呢有两三个卧室，但楼下地方有点小，所以呢我们打算在楼上办公。嗯，这边呢有一个上去的楼梯。嗯，楼梯有点窄哈。对，有点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卫生间。平时洗洗手呀洗洗澡都是可以的。嗯，来，我们上去看看哈。我和小乔还是想在楼上办公。嗯，这样视线可以好一点点。对，这里呢原来有一个墙，等于说两个房间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墙砸掉了。嗯，合成一个房间的话，你看这样，这样空间就大很多。对对对，到时候我们比如说四个工位办公。嗯，就在这里啊，放两张桌子哈。嗯，对，放两张桌子就可以直接办公了。对，你脚下其实也可以放两张桌子的。对，这一块呢也可以当一个办公区域。这边呢我想了一下啊。嗯，可以打个柜子嘛哈。嗯，然后上面打个打印机啊什么的，放个打印机饮水机之类的哈。嗯，对，饮水机我还有别的安排，这边就放打印机，下面放点办公的东西啊。嗯，然后这边饮水机啥的，这边我想弄一个就是员工在一起累的时候可以喝茶嘛，喝点水什么的。哦，放点什么茶叶啊什么。喝茶的地方。嗯，对，喝茶休闲的地方。嗯，比如说平时累了的话。嗯，哎，在这里像这样看一看，对吧？对，哎，然后喝点水什么的，向远处看一看，放松一下。嗯，对，然后呢这边阳台就作为那个休息区。嗯，其实休息区我还有想法。嗯，就是在楼下嘛。嗯，来你看一下这个院子嘛，放几个锻炼身体的小器材哈。啊，对，因为我喜欢锻炼身体嘛，比如说弄个什么单杠啊什么，没事拉一拉。拉伸。嗯，对。那这边呢？这边这个房间。这边是不是盼仔休息室？不是，这个到时候放个沙发啊，什么聊天啊，可以到这边。啊，如果有一些外地朋友过来的话，可以在这地方聊聊天。啊，这个房间。但是我想把这面墙现在已经画出来了。嗯，把这面墙砸了。哦，嗯，把这面墙打通了以后，对吧？嗯，这边把它封起来。哦，这个封起来了，到时候我和你两个人就坐在这里办公。后面打点柜子啥的。嗯，后面打点柜子，然后呢那个墙上画画。嗯，对，感觉和逼格一下就提起来了。嗯，对，这边呢地方虽然不太大，但是我觉得足够我们用了。嗯，对，我们用不了。对，我们是一个就几个人。对，四五个人五六个人。嗯，很轻松的办公。对，这样的话就是避免了在家里办公然后松松散散的。嗯嗯，这样就有一个办公的氛围了。对，氛围非常重要。嗯，到时候看洋洋性格能不能都过来的哈。嗯，就沟通起来的话。嗯，也方便一点。对啊，在一起沟通什么现场聊更方便嘛。嗯，是。他们房租给人家了吗？啊，给了。嗯，他这个房子之前不是租给别人4000吗？嗯，都给2400，现在租给我了。4000啊，那还挺好的。嗯，
对了，给大家看一下离我们家有多近，来，这是我老爹住的房子。啊，对，这边是老爹家。嗯，这边是我们住的房子。啊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房子。很近。嗯，很近很近。所以办公起来也方便嘛。对，嗯，到时候呢，我们拍完视频就直接过来。嗯，过来剪视频也方便。嗯，是的。不用骑车，也不用开车了。对，挺好的。嗯。还是在二楼办公比较好，就是不压抑。楼下一楼的话太压抑了，二楼的话可以。看一下户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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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户外的风景。嗯，对。嗯，然后楼上的话，空气也更好一点。嗯，对呀。小风吹着，挺凉快的。是的。嗯。再把上面的顶吊一下。上面再来个吊顶。嗯，对。然后下面呢，再贴点瓷砖。瓷砖。嗯。到时候贴什么颜色瓷砖？嗯，稍微耐脏一点的吧。再脏一点吧，就是属于这种亮色的，但是又耐脏的。太黑的话，就是会有一点压抑。嗯，我想贴白色的呢。听老婆的，听你的。白色的干净清爽。对，但是有些白不耐脏，我们找一些耐脏的就好。嗯，行。行吧。来。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嗯，我有想，因为是办公地方嘛，嗯，一定要干净整洁。这个你放心，到时候效果一出来的话。嗯，到时候看起来很舒服的。对，要有办公的氛围，不能是那种家里的风格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嗯，你像我们在家里办公的话，就家里的感觉，这边要弄弄商务风。嗯，好。这是我们一个大致的规划和想法，嗯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也欢迎大家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哦，嗯，给我们参谋参谋。对，这是我和小乔。很想把他这个小工作室给打造好，因为现在呢我们在跑假的时间比较久，嗯，包括后来有孩子之后呢肯定还是以这边为主的，嗯，如果工作室呢再建在娘家确实有点不方便，对，所以呢我们会好好的，把它弄得漂亮一点，弄得好一点，这也是我们俩的一个小心念，对，小梦想，梦的起点即将远航。对，哎，你记不记得以前你刚弄那个广告公司的时候，对，我们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启航广告，叫启航广告。你说等以后我们做大叫什么？远航广告。对对，是的。